今天能够交保，非常感谢法官的宽容大度。那至于检察官部分，因为现在是在侦查当中，所以我也不方便讲太多所以基于侦查不公开的原则，那所以我现在不表达意见。那能够交保，因为检察官是有罪论，那法官是站在于他是中介的角色所以说他认为没有必要所以说以交保谢谢各位，谢谢。三天睡三不到四个小时对啊，然后整个高血压都一直在那边，就是非常的就是在那边非常不稳定的、非常不稳定，所以所以好在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在整个行政作业程序上面一切依法行政那我们还是保持着我们要有效率，那当然没有任何不法的行为这是我们所有同仁都一向要在这上面有非常好严格的一个纪律。县府的立场是配合检方，我们也配合检方当然呢我们希望检方能够勿忘勿纵那在整个法制上面我们予以尊重。好，谢谢。好，OK。